这就是我的世界，一个捡脑壳的二板老仔，和你的世界完全不同。你愿意进入我的世界吗？不要屁款乱混，跟剪头发一天鬼迷日眼的。好的，大哥，马上帮你剪好，绝对给你剪的美美哒。哎呀，不要生气了。哎呀，哟，哎呀，哇，你上次我不找你了。